2023年7月21日，由伊朗马汉航空、马汉假期、约莱文化、静安漫选联合举办的伊朗旅行嘉年华拉开帷幕。活动共持续三天，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市民游客展现多姿多彩的伊朗文化和旅游资源。活动期间，主办方马汉航空和马汉假期进行了多场主题分享和产品推介，为游客提供多个视角和旅行方案。活动现场，马汉航空特别邀请伊朗知名乐队为现场观众演奏伊朗传统音乐，让大家近距离接触伊朗文化和现代艺术。同时，现场还有特色藏红花、波斯红茶、波斯地毯等商品，展现了伊朗丰富的物产。此次伊朗旅行嘉年华通过静安漫选的系列活动以及定好旅行的独家定制行程，让上海市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世界，实现中西旅游资源和文化的交流。